河滨山东路三段的波斯菊花田开甲长水，镇公所、镇农会等单位合作，十五号礼拜日动工，共要伫遮举办花样和美亲子赏花趣的活动。现场阁有农特产品放风吹等丰富的节目，热情邀请民众来河滨佚佗赏花。河滨山东路三段道路两边的波斯菊花田已经盛开，吸引真侪民众赏花。十五号礼拜日，镇公所更加结合社区表演、农特产品放风吹等丰富节目，举办亲子赏花活动。元月十五号，我们花海节即将开始。河滨花海节结合我们河滨镇农会，然后也结合我们的代表会，所有的协办单位、社区，所以说我们有农特产的一个展示，也有我们地方小吃的一个推展，还有我们各社区的一个特色文化来表演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一个花海节。感谢我们两位议员，就是我们林根任议员以及我们赖议员，赖清美议员，在我们县政府争取的经费，邀请所有的乡亲以及所有的好朋友来参与我们和美的花海节。波斯菊花田高达十五公顷，非常的壮观美丽。镇农会参与活动，而且感谢农民配合夜市，完成美丽花海景点。今年的花阁特别大蕊，啊嘛感谢着咱在地主哈，咱农会理事、啊咱通理事、家己因代理事地主啊共同配合哈，甲咱农会公所代表会啊，甲咱议员这边甲咱斗相共吼，予咱河滨吼有一个这花海这么大片的花，种非常的水。感谢咱的县政府吼，佮咱的农会，佮咱的公所斗配合，甲咱河滨吼弄甲这么水着吼。我相信这若佮过年的时吼，乡村大家拢会使来遮看，看到咱遮侪啊花海吼，一望无际吼，才咧十五公顷吼，看来心情偌好个吼。所以吼，咱若经过遮或是专工来河滨，拢欢迎恁大家来遮来赏花，来遮来行村。河滨波斯菊花海景观大约会当维持到新春期间，但是嘛是配合农民耕作的节气，民众爱把握最佳赏花期，才会当欣赏到美景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河滨采访报道。